生出个 B 型血血的的孩孩子子呢？呢？不是，这有什么？这孩子是不是抱错了吧？你等会儿吧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生孩子那天产房里还有一个孕妇呢，跟你一块儿生孩子，你是不是抱错了你啊？你给我杀本了，就怎么能抱错呢？我那孩子就没离过手。对了，钱顺风，啊？是你带孩子去洗的澡吧？是不是你没看住，你把孩子给弄错了？你胡扯呢吗？我抱着孩子，我洗澡，我两个眼睛我都没敢眨，我就盯着我这儿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我看着门开着，我就自己进来了。哎呀，之前不跟你约好吗？今天来给你测血糖。哦，不是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，孩子，来来来，啊，那个我们家现在乱套了，啊，怎么了？血型大混战，我跟你咨询个问题啊。好，这孩子的母亲是 O 型血，这孩子父亲血型是 A 型血。有没有可能生出个宝宝是 B 型血？开什么玩笑，这完全不可能！哎呀，我就说这孩子就一点都不像我嘛！你说我是 O 型，我有证吧？啊，他是 B 型也验过了吧？你是 A 型，他怎么可能是 B 型啊？是，我这 A 型是我爸告诉我的呀！你说，你说这孩子肯定是抱错了，怎么办呀？是不是？二米，你先别难受，先别难受啊！我来帮你捋捋。嗯。这个孩子呢是 B 型血，嗯，你是 O 型血，嗯，这都是有证明的，对吧？啊，那钱总啊，您这 A 型血验过吗？我是 A 型啊，我爸告诉我的。对呀，我证明他是 A 型血呀。他那年小时候，我给他上户口的时候，户口有个栏儿得填血型嘛。啊，对呀。他爸爸是 A 型血，我自然儿子肯定 A 型血呀。不都说儿子随父亲吗？这血型。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血型是这么定的，大爷，你们这也太大意了。这钱总40多年了，连自己啥血型都不知道，还在这猜呢。啥40多年了？我今年才37。你别猜那些细节，你说不是？这么着吧，我呀今天出诊随身携带了迷你血型仪，咱们现场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个主意好，这个主意，哎，来来测一下，快，钱师傅，快点，哎，测一下，快点。好嘞。这怎么可能生出一个 B 型血的孩子呢？就是，哎呀，给你添麻烦了啊！没事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你测着啊！啊，你还得等会儿啊！等会儿。哎，还得等会儿。好嘞。哎，好了。啊！给我找个浴巾去。干啥呀？我病了，我不得盖盖啊！好。铁子，就知道吃啊你！别吃了，倒杯水到这儿来伺候我。不是，我这吃面条呢。你吃什么面条？我都病了。我也病了。赔了。钱总在家吗？快，倒水，给我，给我，哎，来，见机行事啊，开门。啊，就这样。哎，来了，钱总在家吗？来了。钱总，哎呀，钱总，哎，真病了，哎呦，哎呀，钱总，哎，蒋总啊，搜到你的微信，我第一时间就赶来了，病得严重吗？严重，哦，什么病啊？啊，没事，他就是感冒了。感冒还不严重？感冒这个事情不得了的，我告诉你啊，钱总，感冒要不好好治疗，就会变成发烧，发烧变成大脑炎，最后这个人就变成了傻子。我是告诉你啊，不要小看这个感冒。哦，注意身体。我注意。哎，这位是啊，我是，这是我的佣人。不是吗？好，佣人。这个佣人头饰挺别致的啊。我是他脑子有点毛病。看起来是傻乎乎的。哎，那这个是啊，这是我的保镖。哎呀，天，不愧是大老板，一个佣人，一个保镖。是的。哎呀，不过这两个人的档次确实有点。江总啊，你不是不知道，现在找智商高一点的佣人不好找。是，他俩还行，会数数。不得了！啊，对了，钱总，你看，你病了没别的。特意给你拿了一瓶10年前的红酒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，我的朋友要送就送10年前的红酒。哎，你的鸡蛋有10年前的吗？真有10年前的鸡蛋，你敢吃啊？住口！退去！怎么跟主人说话呢？啊？
不是钱总，你这两个用人也不靠谱啊。这样吧，啊，我留下来伺候你，这才是情谊。人家留下来伺候我，不是我说你们两个傻站在那里干什么？把那个鸡蛋赶紧给我炒喽，罐头打开，我还没有吃晚饭，没力气怎么伺候钱总？哎，你还别说，你俩还真是好朋友，造型都一样。来看他，这不蹭饭来了吗？哎，你怎么说话？不是，你什么身份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知道我和钱总是什么关系吗？啊，他有病就等于是要了我的命啊。哎呀，钱总，你这个时候最需要朋友。有什么要求进你抽，我不看你，等一会儿你别往那看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你过来过来过来啊。这个抽法不行啊，这个抽法，小姨夫把别人给救了，我小姨夫没了。我知道，哥，我们医院也是有规定的，人在休克的状态下是不能给抽血的。我明白了，必须在我小姨夫清醒的状态下把血抽了，最好是这样。我跟你说，我小姨夫这个人满满的正能量，他不是个胆小鬼。告诉你啊，你这样一会儿我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你把血抽了试试啊。抽着呢吗？抽着呢。那他怎么在这儿？没法跟你抽，大哥。你们两个骗子！没有没有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三番五次的老晕倒啊，人家这护士都不敢了啊。你不是个胆小的人呢，是不？你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，你那个时候你不英勇啊？你啥都不怕，怎么今天这嘎就过去了呢？你不知道，我勇斗歹徒，歹徒的血我不怕，我怕我自己的血。我一看我自己的血我就晕，这血还分你的我的他的，你就是个胆小鬼，你才是。那行，那你把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那段你给这个护士讲讲，你让他相信。对呀，你跟我说说来。我这个人做好事不留名，我从来啊，我也不接受记者采访，我不愿意宣传。你行了，你就是个胆小鬼。就是啊，你们俩是胆小鬼。行，来，我现在就是公交车上那个歹徒，来，你把我制服了试试，你让人看看。你说你，我在公交车上，我一个手治歹徒，就像你这样的，我不用手就治你。一个手？你用啥一个手治歹徒啊？我得拽着把手，要不然一拐弯我甩出去了。说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好，把住他那个手，别让他玩来。好的。我怎么可能玩？就是你把住，你把好了，没用啊！把好了，来开始啊！小子，哎，别管闲事儿，知道吗？管闲事儿，我让你好看。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没看见，还则罢了；我看见了，今天你就姓小逃出去。哎呀，这不是，哎、我还治不了。来来，放哪儿走了你啊？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不服？行还不行？我不服。你不服是吧？哎，走一个。哎呀，我怎么样？还差一点。我差一点不服。再来一点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干。啊？这咋还哭了呢？我把孩子给整哭了，你这保姆。谁知道怎么回事你啊？爸，我明天就跟同学说，我爸爸不是什么大老板，我爸爸就是干物业的，但他在我心中永远是全世界最爱我的爸爸。爸，爸，爸，我想跟你回屋。跟爸回屋干啥呀？跟你谈谈心，让你领会一下精神。我亲爱的爸爸最好了，明天妈妈还不是我家。陈志芳啊，我也想跟你谈谈心，让你领会一下我的精神。你说，我觉得今天大姐夫给妞妞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人生教育课，以后咱俩这孩子呀就得这么教育。从今天开始，
我就要给他进行胎教。我支持你媳妇儿。行，那你明天出去住吧。好。为啥我要出去住啊？别说话，我不想听见你说话。我咋的了？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以后像你。不是，那我啥时候搬回来啊？18年以后，等孩子的金钱观、价值观都确立了，我再考虑让你回来。我丢的东西也太多了，我是孩子他爸呀。小刚子，你给我出来，我给你谈谈心。你有电话吗？啊啊，对呀、啊。你问问，你问问。我打个电话呀。你打个电话。喂，啊，小刘啊，哎，啊，你好，我幸福社区物业副经理赵刚子呀。哎，刚哥，你有邮件啊？哎哎，刘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哎，就刚才这个于小脸在门口签收了个快件，是你送的吧？啊，是我送的。啊，是这样啊，我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，就是他这个保价呀，上面写的是1000，那这里边大约得多少钱呢？保价费1000的话，5万块钱吧。哎呀，哎，小张，哎，老二，你咋的了？我啥也没咋地啊，我现在我听完这钱以后，我脑子里爬的全是虫子啊。哎呀，多少钱？5万。嗯。不就5万块钱吗？啊，我借给你，借给你，我借不起呀、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条件比你好，5万块钱，我来赔。哎，刚子，哎哎哎哎，你还在吗？啊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出了点状况，我再确认一下啊，那里边的价位应该是5万块钱是吧？我刚才没说完，是5万块钱到20万块钱不等。哎呦妈！哎呀妈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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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脸，小脸，师傅，把脑子偷拆子呀！我靠！行了，看你俩这点出息，我让你去的，不就20万吗？我给他赔。不是，刚哥，哎哎哎，我在这呢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又出点状况，我再确认一下啊，就是封顶了是20万是不？其实也不是钱的事儿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对人家主人啊特别重要。怎么重要啊？啊，就是寄件人曾经打过电话给我们总公司交代过，这是人家的传家的表，属于无价之宝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哎，啊，高经理，你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没事没事，我现在满脑袋都是无价之宝。哎呀，大姐夫，你咋还晕了呢？实在不行啊，我去京东大药房买点药，手机下单，送药上门，老快了。小小芳，你别说话了，行不行？小脸，你别动我，咋了？是不是啊？哎。把这电蚊拍那个电量调到最大，哎，你出溜我。哎呀，这出溜。赵经理啊，你是为难你了，不行我赔吧。你赔什么赔呀？啊，你连婚都没结，你就一个人，你怎么赔呀？不结了婚。不是，我大不了下半辈子我就当娶坏表了。小脸啊，我建议你还是得结婚。为啥？两个人一块奋斗总比一个人还得快。哎呀。你要穿上我的，你不把我比没了吗？你这么的吧，你还是啥也别穿了。哎呀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什么叫我啥也别穿呢？我裸奔呐？我的意思是你长得好看呀，你穿什么不重要啊，主要是咱们全家。对对对对，咱们全家这个档次得赶紧回去看看，看看检查检查，服装一定要定住，哎、是吧？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吧，音乐起。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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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. 啊！哎哎哎哎！那个二位姐夫啊，我这造型怎么样？嘿，你还别说，年轻啊，穿啥都好，这叫天生丽质。小土豆子会说话。该我该我该你了哈！来来来，你代替导演啊！来来来来，音乐。哎呀！刚才你说咱家小美丽天生丽质，那我呢？我媳妇儿是国色天香啊！你还别说，那个二米啊。确实香，你这
喷了多少香水啊？不用你管的。不是，大姐，我该你的家了，等着啊，该我了啊，来吧，大米准备好没有？牛仔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音乐停，音乐停。怎么的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啊，大姐呀，你这是大白菜帮子成精了？你是这被降落伞落家了是咋的？你懂啥？这样显着我腰细。是是。哎呀，大姐。